后吐气往后，吸气回来，回来的时候是慢慢的，对，很好。二，等于手都打直哦。三，对，往上长高，很棒。再来四，对，肚子哦，往内收。五，肩膀打开。对，再六，有用到你后手臂，后手臂的力量。再七，对，往上长高，小心肚子压后稳哦。对，再八，没关系，八，很好。再来九，十，很好，好，我们放在这里哦，放在这里。我们手，我们把屁股坐到后面来，对，然后手摆两，摆在前方，对，我们要拉，一，会不会太轻？二，然后身体不动，你看我的身体都是没有动的，只有手动。三，再放前面，眼睛再高一点，对。再来四，很好。再来五，拳头都可以向自己哦。六，然后手不打开。再来七，然后再来八，很好。再来九，好，十，好，我们要转向哦。等到另外一边，然后一样也是跪着，所以这边要把跪垫再拉出来一点。为什么？你要这样子跪着，让你的脚可以靠着。你有切割？对呀、啊，这是我自己切的。来，因为有人跪着很痛，怕这个床太硬，他会不舒服。那我要把绳子拉给你喽。绳子拉给你，对呀、啊，把绳子拉给你，你要 hold 住哦，所以你的脚可以贴着稳稳的。如果觉得贴不稳，可以再往后一点点，对，让你的身体可以贴在上面。然后身体是要保持一直线，肚子往内收，对，肚子往内收，然后手先放在两侧，可是不要被拉走，然后手伸直，手是伸直的。我们这时候会练到你的胸肌哦，对，那你看我，你看老师，你可以的话，也可以把脚跟踩上来，然后吸气预备，好吐气，吸气，好吐气，吸气，我帮你调轻一点，一根蓝色就好了，好不好？好，那你手小心哦，好，一根蓝色，对，一，对，肚子 hold 住，二。很好，再三，对，像在打排球一样。专心，专心。再四，好，吸气，好，吐气，嘴巴吐。五，好，六，手可以再打直一点。好，再慢慢回来。对，很好，你要 hold 住。再来七，好，再回来。再八，练练手臂的力量。好，再回来。再来九，吐气，好，来吸气，哦，再来十，很好，再慢慢的回来之后，我们要把手放在上面，然后等一下可以放开，对，然后手放在上面，我教你一次哦，我们要做的动作，这个你没有做过，所以你可以看老师做一次，吸一口气，把屁股往后坐之后，吐气，伸直，对，然后。再把身体拉回来，然后再回来这里。对，你们看我一个把屁股往下压，对不对？然后我们的预备姿势，我们先回到我们的预备姿势。对，屁股往后坐，屁股往后坐啊，不要坐在脚跟上。对啊，你要提肩靠，所以你要把脚打开，对，扶在肩靠上，把脚顶住肩靠，然后屁股一点点往后坐。哎，屁股还没有往后坐，对，屁股往后坐很好，然后再来打开，对，然后这时候屁股会夹紧，然后眼睛看前方，然后肩膀动就好了，屁股不动，肩膀动往上延伸，对，好，再出去，再推出去，对，好，脚弯回来，脚弯就好了，对，会变成是脚弯，对，出来，然后屁股往下，对，往下顶。
屁股才会用到力气，再往后。那你怎么会来起始位置呢？好，来，我们同一样，同步掉哦。好，来，再来，再屁股往后坐一点点，还不踢啊，还不踢，屁股先往后坐一点点，然后手预备就好了。对，好，来，再来才要踢啊，手不动，踢出来，对，踢，再踢，再踢，踢直，踢直，踢直。好，来，再来，手动就好了，屁股都不动了，手动。一，啊，屁股动了。屁股回来了，然后屁股再来，然后下面哦，都维持向下的，手再回来，来屁股往后坐，好，再来屁股往后坐，对，然后只要动这里，动这里宽宽的地方，对，把它弯回来，你就到起始位置，对不对？对，我们就在宽的控制你的骨盆，来，老师再做一次哦，你看，然后再出来。所以你会有一个动作是宽的动作，宽伸，对，屁股往后顶之后，然后手往前，然后再屁股往后顶，把它打开，对，然后再来，这里收回来，很棒，再收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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对，再收回来，然后屁股就往后了，很棒。好，来，要不要加强难度？来加强难度，好，来。那你的头要看前面，不用担心，对，要看前面，对，然后背要夹紧，对，好，来，还有你的骨盆要稳定哦，对，你要在这里就先把骨盆带上来，好，再来，把屁股往后坐，对，像类似这样子，我们来做 knee stretch， 这是 down stretch， 我们来做 knee stretch， 我看一下哦。脚的拉，脚在拉的时候，你可以先练这个。你看老师一样是屁股往后坐之后，去开髋回来，开髋回来，你可以练习这个，就只练这个。对呀、啊，所以你只是这里没办法完全的去放松跟运用，所以你刚才有没有你用手？对，是这样。手比较好。Oh no， 我们要用屁股跟你的髋每一个。每一个关节都要动起来，这个我手比较好，所以你用很多手的力量，所以我们在做会开髋，所以会用到屁股的力量，然后收会用到你的前面这一块肌肉，你的熟悉部这里有块肌肉，再去把它带回来，对，很棒，就是这样子，把屁股往后坐，这里，这里，心脏算，啊，心脏算，心脏哦，心脏算你身体的核心。身体里面的核心，你的心脏跟你的头脑，对，好，来，再来回来，对，膝盖弯回来，他只有做手都不动哦，手都不动，然后来这里，好小哦，来，再来，手不动，然后膝盖弯回来，膝盖弯回来，膝盖弯就好了，对，好，再一次膝盖踢，对，好，来，膝盖弯，对，再弯，太多了，太多了，你掉下去了。对，这样会受伤哦，看你手臂会受伤。对，累累吗？来，我们还有个动作哦，可能是要进阶版。我说进阶版就是站着。有感觉，我们像橡皮筋。对，然后再收回来，再收回来，往天花板的地方。对，再推出去。来，吐气推。好，吸气回来，记得你的头推的时候，你先在起始位置。怎么了？手很酸。来 ，Hello， 阿登，阿登，喂，下课了。还没。中午带出门，然后再去三个都带来。
好，不要，好来，专属。这里，手扶着，爷爷手扶着，很好哦。还没有，你先看我，你看你的脚往歪了，对不对？我们脚膝盖要朝前面。来，再看我一次哦。你看我上来的时候，我的膝盖是在前面，我是要在前面跑，有没有？你会把脚撇出去，我们要这样子练习跑。对。你要试试看，对，脚膝盖在前面，对，膝盖在前面，膝盖在前面，对，然后把背挺直，对，一、二，膝盖在前面，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，累了，对，膝盖在前面，你会在前面，哟，你也会耶，来，对，膝盖在前面，你扭出去了，对，膝盖在前面。对，好，膝盖往前，一、二、三，好，三，一、二、三，记得哦，膝盖不打开哦，膝盖是朝前的，对，膝盖朝前，这个前腿内侧这边要用力，然后把它带到内转，再把它转回来，对，好来，累了，再十下就好了，加油，一、二。三，骨盆稳定，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，好，来，我们踩下来，等一下，你踩下来之后，慢慢的离开，对，没关系，慢慢离开，来，那你来，好，你来这里，你看得到你自己。休息一下，接下来我们用其他的喝冰水。为什么？等一下，我们在这边压手。你记不记得我们有一个，然后我们做侧面的。哟。为什么你不要在那个以前那个椅那里？对呀、啊，因为那边也很喜欢嘛，只是这边我觉得发挥的空间更多，对，所以就想说弄一个给大家一起玩。好不好？好啦，还跟身体还是聊天了。等一下，身体挪一下，对。然后你的感觉，你用力的地方会是在哪里？是在这边。对，等一下就会把那个感觉集中在你的侧边。好，来吸一口气，好，吐气上来。一，好，再下去侧边。二，小心头哦。三，再上来一点，让弹簧多带你一点。十一，有没有热热的？12、13，手比较酸还是这边？14、15、16，再高一点，17，你累了，18、19、20，好，哪里酸？手酸。好了，可以了，我们换边。
你在做二十五下，另外一边也要做二十五下。好、哦。真的吗？啊，这边会不会热热的？会。对，我手更酸。也手更酸吗？不同的气场。轻加稳。对。哈哈，妈妈也可以教你哦，她上次比较好玩。对，来来，换边，换边，老师来这边。闭嘴。堵住。妈妈忘记了。妈妈忘记了。哇。来，跟我一样哦，宇君跟老师一样，这样子，对，侧边，对，然后再慢慢，把你的手可以放在这里，对，然后把屁股往前推，肚子收稳，然后把身体再出去一点，可以把身体再往出去一点，好，在这边，好，你把垫子再拿上来，对，这里就是你的中线，然后再把背夹紧，然后头可以看着妈妈，把背的看妈妈，对，很棒哦。好，来，再来吸一口气，好，吐气上来，情绪再上来一点。我叫吸乳。专心哦。好，来，吸乳踢球，来在这里，好，再来，一，很好，再二，吸我，三，四，很好，再来五，背多一点哦，侧，六，好，七。气手，手都是你这是右手嘛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右手打直就好了，然后把背夹紧，身体看向椅子那里。对，好，来一，哎，这是二，对，十三，十四，十五，肩膀手肘都是直的，你才有办法带动它。对，再来十六。哎，没有，手肘是直的，身体要上去，对。然后你肩膀小心不往内，不往外跑出去，对。往后夹一点，对。好，再来。十六，哎，你只有弯手，你没有让你的上半身抬起来，放弹簧把它带上来，对。十五，再。十六，对，让弹簧把你带上来。十七，很好，我有看到微微的。在十八，很好。可以表演。好，我可以表演。小心你的手，你看你会跑出去，然后把对往后夹回来。再来，有没有？这上半身还没有抬起来。对，十九。好爽。二十。二一，小心哦，不会酸哪里酸手。我们要。腰部哦，你看你动的是手，在腰部，对，好，休息一下。对，那边会很酸，就是要酸那边，很棒，给自己拍拍手。那我们再把脚跟放着，我们用脚跟踢好了。好，来踢踢，很棒。好，再慢慢回来哦，记得后腿要刹车哦。对，好，再次。我可不可以坐在这里？可以啊，当然可以。对，只要让你的身体稳定下来就可以了。好，再回来。好，来再次推。好，再回来，再次推。你可以不用不用我。不好，不用。啊，你后腿啊，有没有？你会瞬间掉下来，那就在后腿没有办法刹车的时候，会咚比较没有力气掉下来，所以我会放在它这里。
对，让他知道说，哎，他后腿裹肌，这里有一个裹肌，需要做刹车，对，慢慢的，对，慢慢的，对，对，嘴巴吐，就像在游泳一样，对，嘴巴吐气，缓缓的吐，对，我们在水里可以用鼻子吸，对不对？就起来的时候可以用鼻子吸，好，沉下去的时候嘴巴吐，对。好玩吗？你可以跳跳出去哦，跳样，对，端腰，这样端腰，出去之后回来，再端腰，出去回来，端腰，出去回来，换你跳，给你跳，哎，没关系，再一次跳，对，再一次跳，tempo， 男生 tempo， 很棒。有力的，跟 tempo 要抓，对，慢慢的，对，好的，对，还不会，可是有比较好，他敢跳出去哦，很棒，对，他在敢跳出去转盘，好，来，妹妹，你身体歪掉喽，来，我帮你调整，对，好，来，在这边哦，中线上跳出去，来，再次跳出去，来跳，对呀，呀呀。再次，哎呀呀呀！对，哥哥在跳了。哥哥小心哦，这是杆子，我们要比较着力一点，可以吗？对呀。八、九、十，好。OK， 没关系，我们好，给自己拍拍手。你们跟哥哥一样很棒的，对不对？怎么起来呀？怎么起来？小心，手撑起来，撑着就起来了。你看。